王氏暗卫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奉老家主之命，给太后捎口信。老家主？对，就是江夏王的父亲，太后的兄长，老丞相镇国公。骗谁呢？哼，老家主确实还活着，而且现在就在京城。那？ 老丞相要给太后带什么口信？老家主是要告诉太后，他的皇孙静儿现在由老家主抚养。当真？来人！是。静儿。静儿，静儿，竟有此事，千真万确，没想到哥哥竟然还活着，还布下了如此滔天大局，静儿也还平安，是，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。镇国公提出的条件。 要太后在宫中内应，明日为他打开宫门，这该当如何回复呢？只要他肯扶静儿登上皇位，我自当助他一臂之力。婢子明白。啊，没想到，这临了临了，我王氏兄妹还能联手，盖天换地。 丞相。 见丞相，苏玉伯来了。丞相，俺们这黄袍是为谁准备的？为他呀。<笑>丞相说笑了。那苏玉伯意下如何？ 意下如何？苏一博是想入我族谱，做我义子呢，还是想不改姓氏，只做苏一博？一切听由丞相差遣。好，那就去安排一切吧。 明日要确保万无一失。
管。老家主，王安，你随我已有40年了，我要交由你一件事情，也只有交给你，我才能放心。老家主，请尽管吩咐。这孩子聪明伶俐，深得我心。可是明日即将改朝换代，马家的人留不下来，但该如何处置，我想了很久，也没有想好。还是你替我去办吧，静儿不可留，明白了吗？王安，明白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连夜出城。是是。怀恩，你去哪儿？我去军营。别去。最近京城乱糟糟的，我害怕你会出事，能不能别去啊？京城里面乱，才需要我带兵安定，对吗？怀恩，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。可是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你能不能别去了，就留在家里陪着我和孩子好吗？求求你了，我害怕。陪着你和孩子，别去。放手。不放。放手。不放。放手！不放！宋怀恩，把夫人给我看住了。是，苏一国。王妃，玉秀刚刚差贴身侍女来报，说宋怀安带着众多亲信将领连夜出了京城。
王妃，果然如你所料，宋怀恩已率精骑各营人马，向京城进发了。把这个交给威寒将军，让他点齐本部人马。王妃，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进攻。是。骆家主。 骆家主都怪我，都怪我没有看好小皇子。骆家主，没找着，多派人手，务必要把静儿找到。 苏以伯那边已经准备妥当，问老家主能否如约行事。告诉他，如约行事。是。还有，去召集我王氏门下所有死士，让他们随时听候差遣。明白。 王安起来。谢老家主。现在，我要你以江夏王的名义，向温宗慎等重臣发出请柬，让他们到这儿来商议要事。来这里？对，到这儿。 Thank you.
等刚刚下朝，江夏王就把我等请到这里，到底是何意呀？哎呦，为什么来了？文香，丞相，魏侯、赵侯、顾中书，我家家主在此等候。王妃，太后刚刚服过药，已经睡下了，此刻不便打扰。王妃，京中已经大乱，姑姑怎还睡得着？姑姑老了，管不了了。你不是管不了，你是故意不管。我哥哥是不是找过你？他要以静儿为条件换取你的支持，对不对？江夏王怎么把我们请到这个破旧的地方商议要事呢？哎呀，我也奇怪呀、啊，还把咱们晾在这儿这么长时间，他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有人呐！来人呐！有没有人呐？这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！王林从坟墓棺材里爬出来了。哎呀，这是诸位莫慌，莫慌啊！我王氏百年根基，岂能那么容易就烟消云散了？哎呦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啊！你不仅活着，而且你还在京城能够翻云覆雨啊。王林受先帝重托，必要鞠躬尽瘁。据我所知啊，你当初是反先帝的。那不是反，是兵谏。先帝是我的外甥，他治国有失，我这个当国舅的难道不该管吗？就甭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了，当初要不是豫章王在先帝面前求情，你早被问斩了。你们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。那什么是真相？真相就是先帝驾崩前留了一份密诏与我。密诏？诸位好好看看。姑姑，如若我没猜错，你是想与我哥哥联手，命宋桓率兵逼宫，废掉紫檀，立静儿为帝，
然后你们再一起摄政。紫檀已经人心尽失，已经没有资格坐在皇位上了。你以为他们会真心拥立静儿吗？朕受奸人所害，命不长矣。朕恐朝局有变，命王令归朝，担天下大任。王令，我知道你无耻，可万万没有想到你居然无耻到这种地步。伪造先帝密诏，这种下三滥的事你也做得出来？诸位看清楚喽，那密诏之上的玉玺之印，可是能做得了假的？是玉玺之印。小皇子年幼，先帝若不把天下交给我，能安心吗？王陵，你这花言巧语的话，瞒得了天下人，瞒不了老夫。如今这皇帝是你们拥立的，也是你们某族近要保的，可你们扪心自问，如今这天下是该任由紫檀胡作非为呢，还是该由我重整江山呢？王令，我温中帅根本就不信你。王令，你文相，你要知道，这也是太后的心愿。禀老家主，苏义伯已率领大军入城，现已向皇宫而去。京畿各营，京城守军，皆在我手。诸位，要想清楚了。你们是要继续效忠那个弑兄夺位的昏君吗？如若肯随我一道，也算是有拥立之功。丞相马首是瞻，愿遵老丞相之命。愿遵从老丞相之命。愿遵老丞相之命。文相，你可以与我为敌，难道你也要与先帝和太后为敌吗？你可以不信我，那你信眼下这京城的局势吗？识时务者为俊杰。
丞相说太后为内应，这城门为何迟迟不开？将军，如果城门迟迟不开怎么办？太后，太后殿下，按照跟老丞相的约定，我已经安排人去准备打开宫门了。你下去再进一步打探，随时来报。婢子明白。你我兵分两路，等狐妖的密信一到，你带你部自宣化门入京，那里会有人接应，外围的敌军交给你，其余人跟我自密道进皇宫。是。文相，拜见文相。文相乃是文臣，此处之事还是交给在下吧。国家危暗之际，哪还分什么文臣武臣？本相与将军并肩作战，死而无憾。是。文相放心，魏韩就算粉身碎骨，也绝不让叛军踏入皇城半步。好。回禀太后，老丞相率京畿兵马集结于承恩门口，他还带来了小皇子静儿，要攻城了。快让他们开城门。是。桂嬷嬷，替我梳洗。我这把老骨头终于熬到了今日，我要再穿一次朝服，去迎接我的孙儿。报！将军，依照王妃所言，果然在城下抓住一名嬷嬷和几名内侍，企图偷开城门。据传，是永安宫的旧人。啊？难道太后和王令勾结联手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这宫里宫外，哪件事能拖得了他们王室干系？也罢，今天必须有个了断。准备攻城。啊！准备。将军，是夫人。你这是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他怎么来了？你难道要做被全天下人唾骂的反贼吗？余秀，这天下事你不懂，快离开。余秀是不懂，不懂你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素衣伯不做，要背叛朝廷，背叛大王和王妃。我们一路从宁朔走来，九死一生，难道不就是为了能够太平吗？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守护的家就这么给毁了呢？怀恩，我们都是汉族，能有今日你该满足了。求求你退兵好不好？求求你退兵吧！你现在带兵撤离，我去向王妃求情，替你在皇帝面前请罪。念在你多年军功的份上，他们定会饶你不死，给你一条出路的。如若他们不肯，阴曹地府，我萧玉秀定会陪你同去。你退兵吧，我和孩子都需要你。父
没有退路了，没有退路了。余秀，退！你若再坚持，就让我死给你看！啊！皇帝陛下，你现在必须要跟我走。京城已被包围，能走去哪儿？我有办法逃出去。朕是大成的皇帝，定要守住大成的江山，绝不会做一个亡国之君。只有你活着，才有机会。王妃，时间不多了，快走吧。阿母，皇帝陛下，快走吧。Ha!
这边。总队长，仔细搜。是。糟糕，地道有人，走。陛下。皇帝陛下，走。先走，我们留在这里断后。走，上太极殿。伤了你，苏怀，这个反贼，我要杀了你！
这或许是朕最后一天当皇帝。不想失去皇帝的威仪，时间追逐远去的戎马，若思念尚优雅，为何刻在天下，泪刻寂静难加。听风哭哑如千丈北家，梦中一念你笑颜如花，此去鲜衣怒马，归来迎你温雅，心难舍放等沧海洗尽了铅华，与你花前月下，因为你此生才不胜繁华。等云海风烟淡化，天涯尽处归家，我们在相约于春秋冬。